去了。哦，有关沈阳盟军战俘营和731部队的问题啊，那么近几年来我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研究。那么根据我们目前就是掌握的一些资料来看，具体的说是没有发现，就是说有直接运到平房去的战俘。只是说在当时42年底盟军战俘到达沈阳战俘营，就是关押在北大营临时战俘营的时候，在43年的春天，有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啊，因为刚才我们之前说过，这个战俘营是归所在地的最高军司令官管辖，那就是关东军司令官管辖。那么关东军司令官曾经以作战命令的形式，西90号命令，下达了一个让731部队，包括驻沈阳的日军陆军医院一部分医生进入战俘营，然后呢，包括731的一个小组工作小组进入战俘营，他下达了一个这样的命令。那么呢，通过这个命令，实际上现在就是说，我们对战俘营与731部队的一个关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二战期间。731部队是天皇敕令专门建造的，用来进行细菌试验和细菌战的一个特种部队，它不具有医疗的性质。那么43年的春天呢，关东军司令官下达作战命令，将这个731部队的一个作战小组，命令他们进入沈阳盟军战俘营。那么我们不得不说，他应该是有他特殊的工作目的的。因为如果要是对当时是存在着战俘的大批战俘身体状况不好，患有疾病，那么如果想对这些战俘进行一个治疗，一个身体上的治疗，那么我们说在沈阳有日本的陆军医院，而且呢有当时在已经在包括日本和中国东北之内排名前三的满洲就是说医科大学，也就是满洲医科大学的医院，当时就是医疗水平设备是非常先进的，那么他完全具备有，就是说当时的奉天，完全具备有对这些战俘进行医疗的那个程度，完全没有必要从731部队进入，而调工作小组来，而且呢，731部队没有医疗的性质，那么这就是说731部队进入战俘营，他一定是有自己的特殊的目的。虽然说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的像现在731部队为中国、蒙古、朝鲜以及前苏联等这几个国家进行细菌试验的那个直接的证据，也就是细菌移送还有一些实验的报告，我没有那样的直接证据，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关东军司令官命令731工作小组进入战俘营，从这个起点，然后我们还搜集到了，就是在战后苏联进行伯利审判，专门对731部队的成员进行审判的时候，还有战俘的口供，包括当年进入沈阳战俘营的一个叫凑正南的一个实验小组的一个组长，那么他呢和当时就是在伯利审判的时候接受审判的一个人，他们关系非常密切。那么通过关东军司令官以及这个相关的731战犯的口供，我们也得到了沈阳盟军战俘营工作小组他们一些的工作内容。其中这个凑正南呢，就进入奉天战俘营的这个一个工作人员，他完成了一个课题，就叫美国士兵的血液的那个特征以及他对传染病的承受能力，他就曾经完成了一个这么样一个课题。所以说从这一系列的关联下来，我们就是说虽然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说731部队和沈阳战俘营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啊，那应该是这样。